阴阳七月半，是为中元节，各家各户不拜神佛，只祭亡灵，因而又称为鬼节。东北地方风俗中，须唱阴戏，祭祀阴山鬼王，共其赏乐，唯恐鬼王不满，引得人间生乱。 咱阴阳一气生，阎罗殿上八月的生。牛头马面，你身在，要为同归八月的生。牛头马这边，打开鬼门的锁。牛头马面，运魂拿来当我。 这一个大活人都没有，跟鬼唱戏呢？冠爷，你有所不知，这戏实属不是给人看的。你这骂谁呢？你？李处长，别动气。老先生，这都什么时代了，还搞封建迷信这一套呢？ 太平县出大事了，咋事啊？局长唯一的儿子方孝天死了，活生生把自己烧成了焦炭。那然后呢？现在的尸体还搁太平间躺着呢。正常人在高温灼烧下，
肌肉会因为疼痛而高度痉挛，而方少爷的肌肉却显得异常松弛，就好像方少爷在被烧死的过程中完全没有感受到疼痛一样。主要这事儿吧，太邪乎了。听说呀，是为了今天给局长摆大寿，冲撞了阴山鬼王。都说我儿子冲撞了鬼王看戏，我倒想看看。 我们家祖孙三代阴阳先生开了20多年的摆设铺子，什么事儿没见过。最重要的，那就是规矩。送终、报丧、入殓、守铺，各官居丧、吊唁、落葬，一样都不能少。祖上传下来的事情，各有各的道理。一旦规矩坏了，事情可就不好办了。那是啊。依我看呢。 最好还是安葬在西南方向，毕竟老爷子走的时候，眼睛还没合上。把这个带在身上，47天送到坟上烧掉，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白石铺处理。 方太太，怎么知道我是谁？咱们太平县就这么大，谁不认识您呢？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方局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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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的一个字儿都没骗您呀，方局长，那天。 我正跟戏楼后台化妆，管事的催我去请方少爷，我着急忙慌的去敲门，可是屋里头没人应啊。可是我明明听见屋里面是有声音的。小李子，快去看看方少爷准备的怎么样了，马上就该换场了。方少爷，方少爷。 太平县，满大街都是风言风语。我想你也应该听说了我儿子方啸天的事。方太太，您节哀。我今天来找你，是想让你帮我儿子入祖坟，让他走得体面些。方太太，自古以来。 都有横死者不入祖坟的规矩。面上是怕伤了风水，实则是怕死者的怨气太重。如果真的是我们方家冲撞了什么，还请先生务必帮忙。方太太，不是我不帮你，我干了那么多年的白事，此事确实是不好办。 回老爷，哟，四九啊，哎呀，我这正好有病人，有什么事儿，明天再说。别呀，明天就来不及了。 咱借一步说话，来，这可是。
这可是笔大买卖啊！咱们太平县警察局长的儿子，您知道吧？中元节上赶着给他老爹办大寿，结果活活给自己弄死了。现在啊，全县闹得是沸沸扬扬的。我呢，接了他们家的白事生意，明天实地入殓，隔天就得下葬。 所以还想请您老爷子出马，把这场面弄得像是仙。我呀，年岁大了，现在也就是给您看看小命，不掺和这些事儿了。回老爷，您这身手，当年可是跟我爹齐名的，不能就这么埋没了。咱们就当是劫富济贫了，回头请全县吃顿好的。 四舅啊，你有这种想法，我不怪你啊。不过你听我一句劝，您说，本本分分的做好你白事铺的生意，有些糟心的钱呐，好挣，不好花呀。您这话说的，咱们就是走个过场。 去取他们的心魔，这也是功德无量啊！<笑>行了，我还有事，你呢？回吧。回老爷，回吧。这大晚上的，谁会上这儿看病？ 久等了，许先生，我是方局长派来的法医，我姓戴，遗体转运的事儿由我来负责。赶紧的吧，我还等着炼尸呢。你们做白事的都这么着急吗？哪能跟你们医生相比啊？成天跟阎王老子抢生意。我是法医，我只为死者发言。一死百了，听说过没有？ 这年头，活着叫遭罪，死了才叫解脱。往后，咱俩少不了打照面，你办事，我收尸。告辞。方少爷是横死，不能过多久，需尽快入土为安。 差不多行了，我想跟许先生单独聊聊。许先生，我做警察这么多年，从来不相信鬼神。知道为什么要请你来做这场白事吗？请讲。是为了体面。 这些年我在太平县，不敢说是鞠躬尽瘁，但也守护了一方的平安。可是没想到，我的儿子居然死得这么蹊跷，竟然还有谣言，说我坏了规矩，冲撞了鬼王。
徐先生，你觉得啸天是怎么死的？阴阳两界，天人相隔，自会有法度和规矩。若是规矩坏了，就会有您口中的蹊跷之事。若是您问我是否冲撞了鬼王，这我不知道。但您确实坏了西班的规矩。在太平县，我就是规矩。老爷，着火了！是没看见，给方静茹吓得脸都白了。嗯，这有什么可怕的呀？小耳朵，你听好了，咱们葬的是亡人，安的可是人心，他心里有鬼，咱们就帮他把那鬼抓出来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今天啊事儿做的有点过了，一不小心再把人屋子给点了。他回来了！他回来了！这怎么回事？这不是咱街对面卖猪肉的荣二吗？我看到他了，蓉莲，蓉莲，他回来了！胡说什么？我看到他了，他回来了，找我来了。
你的啊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都是他干的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是你爹，我是你爹！来人呐！不是我，那个疯子给我关起来！别让他出去胡说八道！西山黑了天，家家户户把门栓。行路君子奔客栈，鸟奔是。哎，别打扰我，让我再背两句。虎要归山。哎呀，归个什么山呢？即将发回吧。引间有座奈何桥，七尺宽来万丈高，两边不生龙牙草，一河斜水浪滔滔。无罪之人桥上过，有罪之人水中存。过时铜蛇并狗铁，专咬水中有罪人。方老爷，方太太，吉时已到，你们再看一眼吧。算了吧，可是还是再看最后一眼吧，别再留下什么遗憾。吉时已到，封官启灵。西方正路，诸神引领，太平县人士方孝天于民国十年十月十八日中岁，携宝马一匹。这棺材怎么落下来了？赶紧抬起来！启灵后棺材不能落地，懂不懂规矩？这棺材里好像有动静。稍安勿躁，小耳朵备好三炷清香。良辰破土安坟，天圆地方，律令九章，乾坤万年，地次有缘，吉地安眠，魂灵起驾，自今日此地归方孝天所有，吉富幽宅，魂幡前引，永别阳间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啊？那棺材里的动静不是你还能是谁啊？虽然我跟你说过咱们要劫富济贫，但也不能这么干呀。你这神神叨叨的，连我自己都吓坏了。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呢？我还等着鬼敲门啊。你看你还演，你要说实话我不怪你。
深更半夜的吵吵什么？少爷他回来了。什么？白事铺里有没有什么动静？我刚才梦见方小莲了。你说，我为什么会梦见他呢？他会不会没走成，半夜找我们算账来了？哎，你是徐四九？真的回来了，刚刚从院里池塘捞上来的。你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这明明已经下葬了。方老爷，出殡之前我是问过您的。吉时已到，吉时已到，你们再看一眼。你少给我放屁！棺材是你亲手钉上的。那棺材是我亲自钉上的。棺材里的人是谁啊？拿来，去先杀。棺材里要是没有人，好，你今天的打就算白挨了。抬过去，抬过去。方老爷，你还是自己去看看吧。昨天夜里我起夜的时候。给骗了，放过我，柔莲，柔莲，放过我！他对着纸神神叨叨的，说什么对不起柔莲，放过我吧。柔莲他回来了，我看到他来了，找我来了。家啊！慢！滚！
说句话呀，我好歹我也是爹呀，你好歹给我一个交代好吗？我求求你了啊，我求求你了好不好？你要是看上了那个女人，直接把她纳回方家就是。为什么要做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事？爹，您消消气儿，我知道错了。要不是我得到了消息，把他拦在了城门口，现在满县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儿。爹，这不还没发现吗？方家不要你这种畜生！回去管好你的女儿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局长，这是您之前落在验尸房的烟。哦，验尸结果出来了吗？没有在尸体表面发现任何伤口，也没有他杀痕迹，这看起来很像是一起自然死亡。方少爷的肌肉状态很奇怪，就好像方少爷在被烧死的过程中完全没有感受到疼痛一样。我明明听见屋里面是有声音的。如来他回来了，这棺材里好像有动静。对着纸人神神叨叨的，说什么对不起容莲，放过我吧。小雪啊，你帮我分析分析，他们到底见到了什么？我想，他们可能看到了我们看不到的东西。要是这个世上真有鬼的话，是想见一见。眼下只有您才能帮忙了。久闻灰老爷大名，方某今日有求于灰老爷，日后定不会亏了你。客气，客气了。不过你们找错人了。你看我这
你大把年纪，又是老胳膊老腿的，帮不上你什么忙了，方局长。啊，我们呀，是想请您走趟阴，把荣二家的闺女荣莲的精魂请上来，这样有什么怨结才能化解。那还是让方局长自己说吧。哦，是方某教子无方，我的儿子方孝天欺辱了他，那个姑娘性格刚烈，寻了短见，现在太平县连着死了两个人，其中就包括我的儿子。要这么说的话，倒是这仇怨也应该算是了了，冤有头债有主。方局长，你还有什么顾虑呀？我是太平县警察局局长，如果他回来了，不管是人是鬼，我都得给太平县一个交代啊。也罢，人有人道，鬼有鬼路，既然你执意要见，那么我就为你破我例一回。好，那就开始吧。通万千，阴中灵。记得那天夜里在湖边，还是你为我送的粥？如莲，我儿子已经死了，你就这样干什么啊？啊！为什么要给我进猪笼？进猪笼？谁给你擒动了？在湖底只能做个孤魂野鬼。孤魂野鬼，我不甘心！为什么要把我擒住了？Ah!
爹既然收了我的钱，为什么你还要到处去败坏我方家的名声？是你儿子，是你儿子毁了我的清白。你这样欺负了我老板，到底有没有公道？是我儿子对不住你，但是我爹从小就教育我，做人最重要的是体面。对不住了，荣莲，我只能这么做。放下我！安心上路。苦水河边，归望看戏，烈火焚烧，亡者报仇。回老爷，给方某治场明怒啊！治场明怒，赶紧离开太平县。是他的葬身之地，怨气太重，弥漫不散呐、啊。再加上他是亡于水中，水为玄沙，更加助长了他的怨气。要想保命，务必在子夜之前脱身离开。此事。叔，我不想干了。少爷的尸体和满堂的死鱼太瘆人了，房间肯定闹鬼了。哎呀，嘘，别乱说话，你又没做亏心事，怕什么呀？我能不怕吗？我现在，等会儿叔，你等会儿慢点。哎呀，走吧，走吧，快走吧。死鱼，刚刚从院里池塘捞上来的。好了，你去吧。没回来过哎，不在啊，他应该还在警局呢。
吓我啊！你这个老东西啊！师长，中莲枉死，会献寿命，有恩报恩。干白事的是真能见着鬼啊？对呀，跟我说。许先生，哟，方太太，是你替我们方家抓到了凶手，我替方家谢谢你。方太太，您节哀。额外的报酬，我会叫人给你送去。不不不。之前该收的钱我都已经收下了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让方老爷走得体体面面。魏老爷生前跟我说过，有些糟心钱啊，有命挣没命花。咱们呀，以后就踏踏实实的干白事。这钱你拿着，给自己买件好看的衣裳。走。
我带着灰老爷的面具，傻子，你躲我铺里干什么？装神弄鬼的，吓唬谁呢你？ 大医生，今儿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我来是想请你帮我操办一场白事。实在不巧，今天白事铺已经打烊了，明儿再来吧。既然吃的是死人饭，要是有死人，自然便开张。不知大医生想办成什么样的白事啊？不必铺张。 清静便好。为谁所办？为家父所办。恕我冒昧，令尊因何而死？因我而死。说来也巧。 家父许先生也认识，前不久还见过。就在家父咽气之前，你是？你就是新来的法医。 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方小天一死了之，这还不行吗？这世上很多事，是一报还一报。可我怎么想，都觉着不公平。死了不算什么，我要让他们体会到，熔炼死前的恐惧，他们一定会恐惧。 他们想看戏。
我就给他们演了一出。你以为把他们吓跑了，我就能饶过他们？儿啊，天道轮回，善恶因果都会有报应，你杀了他们，那不就成了和他们一样的恶人了吗？你说服不了，他们一定要死。局长，这是您之前落在验尸房的烟。家父走的时候，我不在身边，我以为我不会流泪，不过血浓于水，亲缘关系确实断不了的。就是那种致幻药水，可以让人产生幻觉，看到自己心里的鬼。我想，你打小在白事铺长大，对这里必然有很深的感情，不如就永远待在这里，安心睡吧。我会送走最后一程。有人儿，有人儿，这里有人儿。他就是想在里边睡一会儿。睡这儿，睡会儿。好，我也想在里面睡一会儿。你也困了？别急，还差最后两根钉子。睡一会儿，睡一会儿。这位姑娘是，嗨，瞧我这记性，是许先生的助手吧？我们之前在医院见过，还记得吗？我是戴医生。不能看着坏人做坏事，戴老爷说的。你看，这棺材里有人，有人在里睡觉呢，睡觉呢，在里。害人终丧命，戴医生也逃不过各种因果，天道轮回。若这世间真的有鬼，
那也是人心中的恶鬼。荣莲，明天我就要出国留学了，这双绣花鞋送给你。月行，你这几年求学海外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你等我回来。嗯。